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，大姐，大姐歇会儿吧，别干了。这活不总得有人干吗？你说我大姐这一病吧，把你给整来干活了，我看你还累，我心里怪不得劲儿。那我叫王小倩来帮帮您。哎，放心吧，你不用请你大姐。猜猜我自己。 王小倩，你再跟我没大没小的，我踹死你！爸，这我王叔啊。小孩，你别插嘴。他不插嘴，我也知道是你。一股海里的味儿熏得好的。哎呀，你我老范，你耽误了。这不是我大姐病了吗？我爸心疼她，来帮着干活来了。哎呦喂！哎呦喂呀！哎呦喂呀！只能心疼闺女了。那你来干啥来了？你的王小倩在这两天不太舒服，我都不吃饭，我寻思看看这里有什么行动，也给她买点儿。哎呀，老王啊，没想到啊，你对你孙子挺孝顺的。你这不也挺孝顺的闺女的吗？当老人的就得疼爱自己的子女。对对对对，这回我嫁出去了，就得关心子女。我要当就当个社区好爸爸。好，我要当就当社区好爷爷。 我是社区好爸爸，我是社区好爷爷，我好爸爸，我好爷爷，我好爸爸，我好爷爷。不，咱俩谈论，谁跟你谈论？我跟你说，爷们儿，哎，不是那个，老范，你说的对，咱们就得关心下一代，多关心他们。哎，不是，你一说这关心下一代吧，嗯。 我真有点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什么事儿？就是咱们社区那个于小脸儿。啊，就那个戴口罩捂不住嘴那个。怎么了？那孩子也不天天戴口罩。啊，这孩子前两天出去看了个电影。嗯。叫那个东北往事之破马张飞。怎么了？看完回来，这孩子就疯了。疯什么？他就说他自己长得像那个电影里的小地主。哎呦我天哪！这家伙也不安心站岗了。嗯嗯。也不好好当保安了，就想着出去当明星。 哎呦我天哪！你是他怎么想的？这个明星这么好当吗？是啊，啊，你光看着他贼吃，我没看着贼挨打了。是不是明星，我跟你说，那得历尽艰辛才能成。那你明星，这孩子他不明白呀。咱教育教育他，是不？你帮我出出主意，咱怎么帮帮这孩子？你找我就找对了，咱俩好好教育教育他，叫他看看当明星得多难。你有什么办法吗？你这样，我有套路。我这个套路我保证叫他放弃当明星的这个。 想法，好好干活。小敏玲，哎，你是不是到这个家都宝这去实习了？对呀。回来不是说叫我帮你创意一个广告吗？是啊，王叔你想出来了。用上了。啊，咱俩呢，赶紧去。哎呀妈，像个事儿人呢。哎，于小脸来了。 哎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妈，你扎死我了你！哎呀呀呀！哎呀，像啊像，像太像，像谁呀？像人。你那不像人，我还像马猴子呀？我说你像一个演电影的人，就是那个破马张飞那小地主。闹的，怎么了？他能有我这气质吗？哎，我想求你点事儿，我呀。 那我没工夫，我现在就不干生意了。啊，你行，完了，这明星他当不了，我找王小倩。对，王小倩也愿意当明星，对不知道他不愿意。王叔，他去，你要说到当明星这事儿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想干呢？你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你知道加多宝吗？知道啊。全国销量最高的凉茶领导者吗？一盒喝两罐，一罐招财，一罐金宝吗？ 这智商天生就是当明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加多宝哈现在正在有奖征集广告，向全社会。哦哦哦！哎呀，要是入选了，这个演广告这个人啊，
人家加多宝就给请去啊。下一步啊，人家加多宝要拍个100集的电视连续剧，叫这个人去当主角，当男一号啊！对，多少集啊？怎么你这里边谈探黄的？多少集？100集，100集啊！啊！你干嘛？活动去啊？火了！天哪！哎呦我天哪！不，你干什么？你怎么了？展开了？你以后来吧，啊，你拍吧，靠才华了。我说你不是，我是不是就天生我就不是靠脸吃饭了？靠脸吃饭，活的时间还长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没白整啊！啊，就是签名照，你看我这咔。哎呀，过去都看签名照都预备好了。要不要？啊，拿去开心。你回去。哎，就自己拍那么多脸就不要了，你看这不是脸都给人家了，不要脸了没？就是，哎呀，来吧，我等不及了，快来吧！100集，你想开演吗？我一百集，对呀，你看我就我这长相，100集我，你说我能活到第几集呢？你呀，就你这个样不是吗？能从头活到死？啥意思？就是你肯定是每一集都有啊。对，就是这戏拍完了你都死不了。对。哎，你说的火了！哎呀，咋说的嘛？我跟你说啊，现在是这样啊，我就是这个广告的导演啊，见这个啊，摄像啊，你就是一号，我主角。哎呦，爸，那个你跟王叔说说，我也想当主演啊。你当什么主演呢？你长人家那么长脸了吗？哎，行，来吧，行，快点吧，啊，你来吧。那个小米粒，你过来，你别，你跟两个人啊，给他当助演啊，我们俩当助演行啊，广告就得有人吧啊，我是主演啊，我他们俩给我配合助演，对，哎呦我天，那什么，不要气馁，好不好？就是当明星，你这玩意儿你得有这气质，对吧？放心，没事，一会儿我带你俩飞，没问题。你先别飞，那个小米粒过来，来，我这意思这样，你呢先拿起这个加多宝来，之后，哎，你把它倒到这个杯里，完了之后，啊，你说，喝了加多宝，喝了加多宝，哎，你说一下，喝了加多宝，喝了加多宝，完了你拿起，你怎么喝了？渴了。不，你一会儿拍的时候还得喝呀。我体验一下生活不行吗？体验生活，说的太有道理了。怎么了？就体验生活吧。我就必须得真听真看真感受吗？你听着吧，这话是都那个斯坦尼那个司机说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为什么选人家当一号？两个字儿，专业。低调。你先别激动，你往前来，往前来。你喝完了还得说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感觉就是好。感觉就是好，对，来，老三啊，还有我。他说完之后啊，你还有一句词儿，我怎么说呢？啊，你说这个大金链子、小手表，嗯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。哦，你先上一边想去。啥玩意儿啊？我不男一吗？啊，他词儿咋那么多呢？不是那什么。你不是靠脸吃饭的吗？你看我们的脸不行，就得靠嘴。这话说的没毛病啊，没毛病啊。怎么样？明白不明白？明白。来吧，咱们试试开始。来吧。好。去上屋里把服装换上。在哪儿呢？啊，准备好了。在这儿。准备好了。来吧。来。哎，你这招挺好使啊。我来尝尝滋味。好。要知道当明星不容易啊，光想当明星，你明星那么好当吗？有请男主角。其实我都不用戴这个，我长得就像加多宝似的。对他这意思，他本身就够长。哎呦喂，怎么样？太棒了！怎么样？太好了，来吧，好吧，快来吧。不用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好，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喝了加多宝。感觉就是好。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，耶！太好了，好，
完美啊！你们两个助演就真不错啊，有点知识，你够用啊！以后你要带着我啊，我带着你，我带你飞啊！来吧，行了，行了，来吧，可以拍了吗？可以实拍吧，实拍吧，可以拍了。来，对，保持状态，没问题。准备啊，准备好。夏德宝广告，已经第一次开始。喝了加多宝。感觉就是好，小金链子，大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，也过了，成了，是不行，要火呀，行，咋的了？什么就成了？什么就成了？说完了，就你那个破助演还成了？咋的了？你过来，过来，咋的了？过来，咋了？站好。怎么了我叫你的词儿怎么说的？你说这样说什么了？大金链子，小手表。那我说啥了？爸爸，你刚才说小金链子，大金表，那不都行吗？一样。行什么行啊？大金链子多大气，这小金链子多酷。不是，那是小手表多好看，你看谁戴个花重花重出来大金链子。没人管你看这戴领大金表，其实对吗？这艺术老师知不知道？这就是你想变了你。你和我犟嘴不是？你敢和导演说？哎呀，拉倒，哪儿大了你？不是，你给男一个面子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还用给你的面子都那么长，你还给面子？不是，你说我错了，我改。这导演脾气咋这么大呢？导演嘛，他都这样，除了对我们主演好，剩下的都不拿当回事儿。啊，你别紧张，我再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，快点，行，来快点，再来一遍，快点来吧，导演。高兴都，你是多好！你看人家两个多好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来，准备啊，保持状态啊，保持，没错了啊，大金链子，小金表啊，哎，加多宝广告已经第二次开始，喝了加多宝，感觉就是好，大金链子，小金表子，一天三顿小。行。你怎么事儿？我又咋了？你怎么回事？我说的是大金链子，你还说了个小金表子，怎么多了个子？那我多个子咋办呢？甩了。我热带鱼呀、啊！你怎么你会不会说？你还小金、啊哎、小金表，他说的对吗？拉倒，什么拉倒吧？他对艺术负责吗？就不是，拉倒，别生气，再来呗，行不行？再来，我错了，观众记住，多好的演员，就记住，多好的演员，哎呦，我就气死了！一般导演都这么走道，你看，一天三顿小烧烤。外加一罐加多宝，记住了，好不好？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记住了，这个都理解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行，明白，明白。再来，来，当个助演真不容易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少倒点就行。哎，不行，对艺术要负责。对，不能少倒。啊，得复溜复溜的。嗯，少不行，我这人就这么就，这对艺术你得负责，你是。哎，准备，嗯，加多宝广告。已经第几次忘了开始喝了加多宝，感觉好啊，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一顿小烧烤，外加一罐加多宝。这对了，我说对了，哪儿对了？哪对了？你管我哪儿错了？一天三顿小烧烤，你怎么吃一顿？我媳妇让我减肥，一天就让我吃一顿饭，那也不行，这是广告，不是广，要实事求是。行了，三顿就是三顿。好了，爸，好什么？别这样，错就错了呗。你别吵吵。你这么的，导演，你过去，你别那样。不是我打他一下。不用，就快，让我想想办法。范叔，哎，要实在不行啊，你喝，我说词儿，行吗？不是，
那个小脸是这么回事，我是真想喝，我脸真不够唱，我只能靠说词儿。你是靠脸吃饭的，但是你脸够宽呢，是不是啊？我求你，你要帮我喝呢，我就管你叫范爷、范总，怎么不是，你放心吧，小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打现在开始，我再也不错了。我再也不错了。我让再错，你就是我祖宗，好不好？爸，你就认真点吧，都两个都喝多少杯，撑死了。怎么着？怎么办？来不来？来不来？那是得火呀，咱们得一百级啊！来吧，演不演？不行，咱换人吧。不啊！王叔，快来！再接着来啊！快点！好，准备好！哎呀，这玩意儿好，各位准备好。这不错，这个助演啊助演，主演一点问题都没有。对，就是助演不行。来，看你这帮朋友，给他鼓鼓掌吧，好不好？鼓励鼓励他，保持状态。加的我广告已经递好几次，开始。行，喝了加多宝。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。我好像还没说呢。冒场了、你想当主演吗？不是，我说你想当男一号吗？我说错了。你大伙说错没错？我又错了。哎呦，对不起啊，我干不了这，错了要不拍了好不好？不行，你等我把这格上来的啊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错。哎，你不能这么骂，你往上来。啊，你现在是感觉是不往上翻？哎呀，往上反，往上反好办，你吧喝段加多宝往下压一压。这压啥呀？一会儿我就爆表了，这都炸了。这其实加多宝这玩意儿喝个三罐五罐的没事儿。这是罐吗？这是。行，我找着毛病了。他为什么老错？为啥？引不起重视。你知道吗？你不重视这个，我得想个办法。想个办法，想什么办法呢？我说，哎呀，我说我敬你一杯，行不行？别，受不了，想出来了，邓明玲，上大炮，好，对，就上大炮，好，上大炮，比王叔，你干啥？范叔就错两句词儿，还能炮轰啊？炮什么轰？他现在就引不起重视来，引起重视他肯定错不了，对不对？你广告，咱接着这活就得跟人干得好，上大炮来了。哎，这会拿这个喝，那就重视哦。再见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干什么去？不行啊，怎么不行？就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我不当明星了，我不当，这妈妈找我。哎呀，你回来吧。我跟你说，明星，男主角，咱可不能叫大家务的事儿给耽误了你的明星之路啊。对不对？一百集的电视剧啊，火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小米粒儿，一百集，努力不？行，我拍，扶我过去呗。哎呀，哇，最后一遍啊，这行吗？来吧，行啊，来，明星现在就有范儿了，走道都这样了，你看这范儿，没事。保证不错，助演，保证不错，保证。这回再错，我告诉你，啊，保证换人，第一谁能上来演就演，对不对？你拍多少次？准备，加多宝广告已经递好几百次了，开始。加多宝给你拿钱了，喝了加多宝，感觉喝吧，感觉。大金链子，小手表，一天三顿小烧烤，外加一块加多宝，耶！成功了！哎呦，终于成功了！
王叔，拍的怎么样？老范，就赖你，不成功了也赖我呀？赖你，我咋了？你前面错那么多，手机没有电，刚才没拍上。男一号，你干什么去？我不当什么明星，当那玩意儿呢？我回去，我踏踏实实工作，我当保安，我觉得我特别幸福，真的。你现在要干什么去？逛裤子去，干啥去？我看出来了，刚才是你们俩的套路。你王叔套路怎么样？王叔，你太没正事了，没真给他憋坏了，咋整？哎呀妈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把这事忘了。我告诉你，老王啊，小脸要出点啥事儿，你得负责。哎呦我呀，我忘了护士的这个事儿，你得负责，赖你，就赖你，赖你。哎呀呀，行了行了，哎，别吵着，别吵着，赶紧去看看吧。小脸儿，小脸儿，俺家有姑子。哎。